不如我幫你攞啲。早晨。唔該曬。唔好意思啊。唔使客氣。係咧，咁多嘢嘅。林林嘅午餐嚟噶，驚佢食唔慣醫院啲嘢啊嘛。仲有啊，醫院啲冷氣好大噶，所以我諗住執多幾件衫仔俾佢著咯。本來以為好少嘢嘅，點知執下執下咧，又一抽二冷。你個樣好攰啊，自己注意身體。一陣見到個女咧，我就精神曬噶啦。又要顧份工，又要照顧林林，自己身體又唔係咁好，不如咁啊，陣間我叫醫院嘅社工聯絡你，睇有咩可以幫到你。真係多謝曬你。林林真係好彩遇到班好醫生，你啦，許醫生啦，仲有放醫生。放醫生，佢有睇林林嘅咩？佢之前睇過我嘅，仲幫我做過兩次手術。就係結節性硬化。當年係佢懷疑我呢個病嘅，仲記得嗰時佢同我父母講話要帶我去做嗰個基因檢查，但係之後我個病都冇翻發，佢又都冇再嚟嘅。仲记得放医生当年想劝我老豆，最后搞到俾我老豆用粗口问候。嗱，我切咗十几粒马蹄落去噶，马蹄多过肉饼，啱晒你噶，食啦。做咩啊？你最中意食噶，系咪冇胃口啊？有冇见边度唔舒服啊？冇嘢，冇嘢。林林，胡须生，哇，个肉饼好香噃。佢今日胃口唔系几好啊。使唔使胡须医生帮你加啲餸咧？贴纸送饭会唔会开胃啲啊？多谢胡须医生。唔使。个 report 翻咗未啊？翻咗。同我哋估计嘅一样，个肾有 AML， 所以有血尿。咁个瘤啊几大啊，医生？放心，唔算好大，大概2.5cm。妈咪，点解个瘤唔可以再大啲啊？大啲？这个病其实现在是有特效药的，但是药不在益速的药物名册里面，所以病人每个月都要自费20,000元，除非病人符合一些特定的情况，例如脑一日做晒通脉，或者肾的瘤大过3cm， 才可以申请政府资助。林林份报告个瘤可唔可以写大少少啊？写大半 cm 噶咋，唔该你哋啊。点解唔俾资助我哋啊？啲瘤依头过完转头又会生个噶。你有怀疑？点解唔同我讲？做医生可以咁样搏嘅咩？乜你觉得俾唔到完整家庭嘅小朋友？就是不负责任。你怎知道我没有想清楚才这样做？